是南洋一百周年电影的助理导演，所以我负责的就是在拍摄的时候帮忙导演来指挥一些幕后工作人员，还有一些KLFA 和 extra。 这次的拍摄有许多同学都前来参与，有的在美术队，有的在服装队，还有的在道具队。我没有想过拍摄这么一部电影需要这么庞大的人力，有超过一半的师生都前来参与。 Actually, a day of filming requires a lot of preparation. As production manager, we handle quite a lot of things like giving out food and water to the cast and crew members, and also logging to help with the post-production editing. 今天我们在拍摄现场一起合作，学了很多东西，很好玩。比如说我们学会了如何缝衣服，我还差一点把阿姨的手指缝掉。我们还学会如何烧栗子，栗子爆的时候会飞到我们的眼睛还有头发里面，很吓人。虽然我只是个 KLFA， 但是当我看到学生们的付出还有他们制作的道具，我发现学生具备领导能力，我感到很欣慰。学生们需要长时间和专业剧组合作，让我感到很佩服。我们很多中四的学生今年就快毕业了，能够参加南洋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，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。